在东山，623艘渔船也结束为期三个半月的休渔期，鸣笛出海。随着开渔令的发布，一艘艘渔船在海监船的引航下驶出渔港，开启新一季的捕捞之旅。今天是600多条，是三种类型，那个拖网，还有那个杂鱼剂，还有那个辅助船。